安播足球快讯，周末精选数据话你知。欧洲主流联赛在本周末继续进行，接下来将为广大球迷朋友奉上西布朗对曼联的数据分析。2021年2月14日，星期日夜晚10点，西布朗对曼联。两队近年难有大手交易，西布朗最近8次面对曼联有6次全场入波是一球起两球止，其余1次0-0同埋1次1-2。双方今次交锋后有可能同样是雨点少的结果。双方主客场表现两个极端，西布朗联赛至今主场只是赢过1场，胜率不够1成，歌场胜仗仲是来自于榜尾之争，西布朗1-0石飞联。曼联作客就豪取8胜3和的不败战绩，相比之下金像孰优孰劣一目了然。数据正红魔鬼重返圣鬼，曼联自从去年12月0-0换和曼城至今一共出现了5场和局，而之前4次和局之后的1轮英超都赢波。球队上轮3-3打和爱华顿，今轮面对西布朗重返圣鬼在望。战果预测，西布朗0-2不敌曼联。你听紧的是安播足球快讯，李思莹报道。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澳门睇英超，梗系睇 M 直播，即刻喺手机下载，随时有波睇，最平只系15蚊咋。